来宾，我非常荣幸地登上首图的讲坛，报告我的一点心得。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惶恐。为什么高兴呢？因为我更愿意面对面地与读者、观众交流。我感觉这比通过电视这个媒介交流啊更好，因为电视它受播放时长的限制。好多内容录好了也得掐去，所以我书里边的内容在电视里讲，也就是50%啊，但是书里边的内容就更丰富一些，所以我愿意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感觉比在电视上交流好。但是不上电视，怎么能有机会到首图的讲坛上来呢？所以就得上，啊，非常高兴。为什么惶恐呢？说来话长了。自从10月21日央视预告光绪播出的那一天起，我就开始惶恐。央视的预告片啊，说我是五登百家讲坛，无疑在百家的主讲人里边能够五登的寥寥无几。但我至今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您想？以中国这么大，学问比我好，表达比我强的非常多，这不是我谦虚或客气，您说是不是这样？我凭什么五登呢？无疑，答案只能有一个，我恐怕比较幸运。还有啊，央视的预告片预告说我是清史专家，幸亏他没说我是清史大师啊。要不然的话，我在学术界里就没法混了，啊，我感到非常惶恐。我充其量勉强可以称得上是晚清史的专家而已。清史是一座大山，我们终其一生不能穷尽它的一草一木。我不过是在某些方面多读了几本书，多思考了几个问题而已，不敢自诩是专家。央视说我是专家，可能是为了激励我。当然，大家知道啊，光绪是皇帝。提起皇帝，一般人的脑海里立即就会浮现出北京市中心那片金碧辉煌的宫殿之海，就会联想到钟鸣鼎食的富贵，联想到后宫如云、佳丽三千的神秘，以及众星捧月、高士阔步。指点江山的潇洒和风流，但是这一切跟光绪一点关系都没有。自从4岁的那一年的某一天，啊，光绪哭喊着被抱进了阴森森的紫禁城开始，直到34年后的一个啊阴森森的傍晚，他不明不白死在瀛台遗址。啊，他度过了人世间最为凄惨的一生。光绪是4岁进宫当皇帝的，实际年龄3岁半，这么小一个孩子离开了父母亲人之爱，在人际关系冷漠虚伪的宫廷里面，饱受慈禧的呵斥、太监的白眼，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所以光绪是在孤独和恐惧中度过自己的童年时光的。大家说，长大不就好了吗？长大你不就是名副其实的皇帝了吗？所以先受点苦，苦尽甜来了。其实不是这样。光绪长大了，懂事儿了，他脑袋顶上啊有2座大山，一座大山是慈禧太后，她名义上的妈妈。他的养母，另一座大山就是王朝的晚期。什么是晚期？就是已经扩散了，没救了。大家知道啊，学中国历史有一个王朝更迭的周期性现象，所以学中国历史你得会背王朝顺序的表。也就是说呀，任何一个王朝都要经过兴起、鼎盛、衰落、灭亡这一过程。这一过程就是王朝盛衰的周
周期性现象。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出现王朝盛衰轮回的周期性现象呢？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不想展开去讲。我想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历史的车轮一旦运转起来之后，是存在着巨大的惯性的。当王朝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不管谁干都错不到哪儿去。相反，一个王朝已经注定了衰亡的命运的时候，也不是人力所能挽回。光绪就出在这么一个大口上啊，他不甘心沉沦啊，但是呢，他想奋起救国，那前提还得他妈慈禧太后同意。所以呢，光绪在焦灼和困顿当中啊，过着自己的那个非常苦闷的生活。所以大了，他也没有享受到皇帝带给他的这种光荣。当时的问题非常多，非常多。你比如说吏治腐败，国家机器运转不灵，把皇帝气死都管不了那些贪官污吏。你比如说土地集中，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比如说经济危机，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比如说农民起义风起啊，社会动乱连绵不断等等。当然，任何一个王朝的晚期都免不了这些事儿，不光光绪例外啊。但是光绪真例外，他例外在哪儿呢？他不仅面对中国所有王朝晚期的共同的难题，他还面对着史无前例的难题——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次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屡战屡败，可见清王朝这条破船啊，千疮百孔的破船，到光绪这个时候啊，就等于说是开进了惊涛骇浪的好望角，搞不好立马翻船玩完，那可不开玩笑啊。所以光绪皇帝，哎呦，为王朝的命运，有的时候急得团团转，有的时候在朝堂之上痛哭流涕。皇帝没有任期，他是终身制，他还可以传子孙的。你搞得好，世世子孙都是皇帝，搞不好死无葬身之地，他能不哭吗？然而谁都没有想到，清朝这条破船没在大西洋里翻船，反而在家门口的大东沟翻船了。怎么回事？哎，我说的就是甲午战争的惨败。甲午战争里面有一场黄海海战，又名大东沟海战。关于这场战争前因后果呀，大家都了解，我也不展开讲。关于这场战争，我强调四点：第一，败得最惨，惨到什么程度？被人摁在地上打，打得满地找牙，无还手之力。大家知道，晚清时代国家多事，外患不断，外国列强打上门来，平均十几年就有一场大战。但是在鸦片战争中，还有一场山原里抗英的胜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还有一个大沽口大捷，在中法战争中还有一个镇南关大捷。相反，在甲午战争当中，我们除了挨打就是挨打，没有取得一个局部的短期的战役上的胜利，让人打的简直就没有还手之力。但这个败得最惨，第二是代价最大，赔款。我们赔给日本2亿2白银，以前中国历次战争赔款总和加一块还没有2亿2，我们凭什么给你日本2亿2？不给不行啊，代价非常大。割地就面积而言不算是最大的，但是要讲富庶程度，史无前例，台湾多富庶啊，更给日本了。讲战略价值之高的土地，辽东半岛怎么办？割给日本了，没有办法。所以代价最大。第三个大家要知道，甲午战争是经过了30年的洋务运动之后，最后打出这么个结果来。过去我们没有洋枪洋炮，没有军舰，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还被人给打成这个样，
我们中国人这颗心往哪放呢？第四点，大家要知道，我们中国要败给英国、法国，我们还心里平衡，我们偏偏败给了被我们轻视了1000年的日本。我们中国人不平衡啊！中国人从此产生了一个无然立足于，说错了，我们中国人从此产生了一种无言立足于世界的羞耻感。我们不平衡，我们凭什么让日本给打败了？当然，10年以后我们中国就平衡了，因为在旅顺大连这个地方，日本人把欧洲的一个强国叫俄国给打败了，我们中国人就心里就平衡。我感觉呀，日本陆军应该是世界列强陆军当中一支罕见的部队。我们清军跟那个日本的那个陆军真是没法比，怎么没法比？别说清军比不了，连后来的俄国的军队都比不上日军。日军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这支军队有一支价值观。什么价值观呢？就是从军官到士兵，他们认为战死最光荣，战死就成神。这麻烦了，枪声一响，他们就想要死，要跟你玩命。清军士兵有洋枪洋炮啊，但是体制没变啊，当兵都是掏钱花钱才打上兵的，平时长官欺压士兵，士兵跟军官的矛盾都是很深的。到了战场，枪声一响，士兵想着自己怎么保命，长官想着自己怎么保命，所以说咱真是没法打啊，没法打。当时光绪皇帝受不了了，发誓要振兴古老的中国，发誓要救亡图存，他痛哭流涕。所以呢，后来就出现了戊戌变法，出现了戊戌变法。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戊戌变法是光绪皇帝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他跟慈禧太后的关系彻底破裂了。本来他们娘俩呀，以往就经常干仗，大家对光绪皇帝啊，可能这个问题未必注意。光绪这个人个性十足，他跟他那个逆来顺受的爸爸一宣不一样，光绪像妈妈，而光绪的亲妈妈是慈禧的亲妹妹，所以呢，光绪跟慈禧有旁系血缘关系，他成了慈禧的养子，那可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娘俩针尖对麦芒，经常为点小事就干。但是儿子跟妈妈顶名这个事儿啊，也古往今来都不罕见，如果不是大的原则问题，不会结成死结。那么戊戌变法就导致他们关系的破裂，光绪皇帝在被囚禁当中呢，又过了10年。光绪皇帝，我感觉他自己也有他应负的责任。他掀起戊戌变法，豪情万丈，想改造古老的中国，但进展并不顺利。在光绪看来，无疑是慈禧阻挠的结果。慈禧阻不阻挠呢？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负责任地说，慈禧要阻挠的话，戊戌变法别说进行103天，3天都进行不了；别说颁布100多条政令，1条都颁布不了。所以慈禧是不是就阻挠变法了？这个事儿其实挺复杂，我们不好说他一开始就肯定反变法。作为王朝的统治者，他何尝不希望王朝振兴呢？但是，作为一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又不能不涉及到权力分配的问题。那么慈禧是一个把权力看成是生命的人，其实不光慈禧把权力看成生命，所有专制统治者都是如此。专制统治者把这个权力都看得跟生命一样，所以你动他的权，他跟你玩命。哎，其实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啊，别说慈禧阻挠，慈禧就是不阻挠，光绪变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你不阻挠，他还有底下的官员他要阻挠。大家知道啊，变法它属于改革，改革呢这个难度是很大的。我今天上午还跟他们讲，我说改革实际上比革命的难度大。我们中国近百年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是选择了一条比较容易的道路。为什么呢？革命就是把这个桌子给它掀了，它只有一个敌人，而改革呢，
是要把这个桌子上这个坐姿重新调整一下，让大家还能够接受。改革需要化解矛盾，需要运用政治智慧。光绪这场变法它有什么问题？一开始进度太快。大家知道啊，你变法的进度快，反变法的势力反弹的力量就大，它要慢一点，是不是反弹的势力也小呢？光绪急呀、啊，急于要救国。其实中国的事儿不是你着急就能解决的啊。那么他急于变法，然后顽固派呢就出来阻挠，光绪利用他的皇帝权威，一下子就把很多顽固派官员就给撤职了，一路到底。慈禧当时就火了，为啥呢？这是我安排的人，你凭什么给撤了？眼里还有没有我？啊，所以他们娘俩的这个矛盾呢，他越来越激化。另外呢，当时啊真巧了，世界上无巧不成熟的事儿真多。日本的政治家伊藤博文到中国来，维新派就给那个光绪出主意，因为伊藤博文是日本的维新派的领袖啊，曾经主导了日本的改革，建议光绪把他留下来。光绪也动心了，这一点也加速了慈禧发动政变的步伐。我想啊，醇亲王奕轩如果九泉有知，他真该后悔去建那个什么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建颐和园，本心是把光绪跟慈禧分开，然后光绪执政可能会顺利一点，慈禧不会要指手画脚，他毕竟有一段距离啊。但是我感觉奕轩建颐和园造成了北京出现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紫禁城里边的光绪，再一个是颐和园的慈禧太后，他们两个人之间相对他不大通气儿啊。反变法的人成天往颐和园跑，跟慈禧哭，然后呢控诉皇帝的这个种种的不是，那么慈禧的忍耐终于突破了极限，于是呢就回到紫禁城控制光绪帝。那么这就是戊戌政变，把变法给他扼杀。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光绪的命运恐怕还不会像后来那样糟。谁想到慈禧发动政变软禁光绪这个举动呢，把袁世凯给惊了，袁世凯以为机密泄露了啊。就是我们中国史学长期有一个误解啊，说袁世凯告密导致了慈禧发动政变，后来史学界取得了个共识，是慈禧告密说错了啊，是慈禧发动政变导致了袁世凯告密。康有为托袁世凯让他出兵围颐和园，哎呀，这康有为啊，就整这个小儿科的这些东西，他把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想交给袁世凯，啊，袁世凯怎么整？袁世凯在天津，他以为机密泄露，自己如果不表态，怎么过关呢？于是就把这个政变的内情呢，就向荣禄报告了，荣禄转告慈禧，事态顿时升级啊！你说慈禧是怎么想啊？你们还有这么一手啊？围颐和园要把我杀掉啊？他怀疑光绪是主谋参与者之一，那么光绪的命运呢，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那就没劲了。慈禧示意光绪自杀，威胁要废黜他，把他心爱的珍妃秘密处死。光绪帝沉默寡言，逆来顺受，身穿破棉袄，像待绝之囚那样度过一个又一个黄昏，迎来一个又一个胆战心惊的不眠之夜。所以你看这娘俩啊，最后就决裂了。慈禧想废掉光绪，遭到国际列强的反对。慈禧气急败坏，居然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导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几乎到了亡国的边缘，最后签订辛丑条约才勉强维持了他的统治。那么至此，清王朝也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可以这么说吧，辛丑条约的签订
清朝垮台的命运就算铸成了。你看这个娘俩啊，一系列纷纷扰扰，是是非非，最后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一个大王朝命运的终结。虽然他们死的时候清朝还没亡国，但是呢，清朝这个破车已经往深渊里面开了，无可挽回了啊。接下来啊，我再说一个问题。上面我是分几个节点呢，把光绪和近代中国的问题给捋了捋。下面我说一下，关于光绪皇帝的死啊，光绪皇帝的死。戊戌政变之后啊，光绪皇帝忍辱偷生地又活了10年啊。那么在1908年11月14日的晚上6点吧，在中南海瀛台的含元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是38岁的年龄啊。那么近百年来啊，中国史学界对光绪皇帝的死呢是两种看法，一个是被毒杀，再一个呢认为是正常死亡。正常死亡，总的来说普遍倾向于光绪是被毒杀。人们普遍怀疑慈禧及其帮凶，害怕光绪在慈禧死后重掌政权，重翻前案，为此痛下杀手。百年间啊，这类说法不胫而走，广为流传。谋杀的嫌疑人呢，有袁世凯啊、慈禧、崔玉贵、李莲英等等啊等等。其实清朝皇帝在饮食安全、医疗保健方面有一套非常非常严格的制度。人们怀疑袁世凯谋杀光绪，那是一种猜测。应该说他身为大臣，没有接近皇帝的机会，他没法下手。如果袁世凯想下手的话，也只能买通太监下手。像李莲英、崔玉贵这些太监啊，当然接近皇帝比较容易，但是要不奉旨意呢，也不是随便就可以接近皇帝的。更何况李莲英这个人呢、啊、跟光绪的个人关系啊不错。慈禧太后一生啊，用了两个名声赫赫的太监，一个是安德海，一个是李莲英。这俩太监啊是两种类型，安德海比较外向啊，咱东北话说比较嘚瑟这个人，啊，那么李莲英比较内敛啊，比较内敛，而且八面玲珑。那么在慈禧迫害光绪的过程中，李莲英暗中还是给光绪不少的帮助的。光绪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若无李安达，我活不到今天。”这句话是出自光绪的一个亲信的记载，可见应该还是可信的。可见即使光绪上台重翻前案，也跟李莲英无关，所以他应该没有谋杀的可能性。那袁世凯不大可能，李莲英不大可能。那么其实啊，光绪如果死于谋杀，主谋元凶只能是慈禧皇太后。因为按照常情推断，如果没有他的允许啊，他的命令，一般人不仅没有胆量，也没有条件下这种毒手。执行者当然慈禧不会去下毒，这个时候慈禧病得挺厉害，什么病呢？就是坏肚子、痢疾，哎，他也起床也费劲。那么执行者很可能是崔贵一帮太监，因为在庚子年间，崔贵不就奉旨杀了珍妃吗？以此类推，那当然崔贵的嫌疑最大。在此啊，我们应该强调一下，谋杀说属于猜测，并没有过硬的史实做依据，应该是一种基于情理和既往事实做出的自圆其说的判断。在上世纪的80年代，光绪皇帝的死因被定性为正常死亡说，那是1982年。那么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专家和我们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专家，他们研究了光绪的脉案，
在清宫档案中还真巧了，光绪皇帝的脉案保留最完整，最完整。那么，就研究这些脉案吧，啊，那么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啊，说认为符合病情演进的规律，未见特殊异常症状出现，因为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合并急性感染死亡，未见中毒和其他伤害的征象，所以呢，光绪死就被定论了正常死亡，病死，啊，可能是肺结核这一类病啊，但是没有抗生素就死了。光绪死被定论正常死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在2008年11月，光绪皇帝逝世100年的时候。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专家会同什么呢？清西陵文管处的专家，会同央视的清史纪录片摄制组的专家，会同北京公安局的专家，会同这个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所的专家，开了个发布会，宣布光绪皇帝死于急性砷中毒。什么砷呢？就是砒霜，急性砷中毒。那么就因为他杀呗，所以光绪的死到2008年就给定性为是急性砷中毒。要慢性砷中毒一般不是他杀，可能吃药的过程中也会摄入一些砷的元素，那么急性的话那就是应该是他杀。因为啊，他们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对我们保留的光绪皇帝的头发、骨骼、衣物，就是下葬的衣物，在这里面插一句啊，光绪皇帝是1908年死的，但是他生前没有建陵寝，没建陵寝，所以呢，他的陵寝得现建，大概是1913年陵寝竣工，竣工之后呢，光绪入葬。在上世纪30年代，光绪皇帝的陵寝被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盗掘，光绪的遗体从棺材里拖出来扔地上，啊，扔地了。那么在1980年代，国家文物局让清西陵呢去清理光绪的地宫，于是呢把光绪啊遗体呢又从地上捡起来啊，又放到棺材里了。但是放的过程中把他的头发、一些衣物还有几块骨头就没放进去，然后这棺材就封了，就封了。那么这个骨骼呢在80年代拿出来放到库房里，那么可以提供给检测。运用高科技手段检测的结果是光绪头发遗骨里边含砷含量超标到惊人的程度，它有很多数据，我不太懂，我不懂那个，不是不太懂，我都完全不懂啊。他说应该是正常人多少倍多少倍，那么数据是很惊人的，很惊。那么光绪死不就定论了吗？急性砷中毒。那急性砷中毒那不就是他杀？那么光绪的死因就此就获得广泛共识了吗？我感觉事情也不是这样简单。我去年讲溥仪的时候，那个时候涉及光绪之死，我就简单的采信了清史编纂委员会发布那个结果，说是毒杀说。哎呀，今年我就又琢磨琢磨，我发现这个问题还不能简单就定性为急性砷中毒。我就想啊想啊，我想我是自打耳光啊还怎么的，后来决定就自打耳光吧。啊，去年我简单采信了，我今天就决定自打耳光。我认为光绪之死，我是什么看法呢？我认为还不能够认定，还不能认定，有些环节还没得到充分的解释，不能做定论啊。我在书里边详细的写了，我简单介绍一下。我感觉你要说它是急性砷中毒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啥呢？是光绪的脉案里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呀。你如果认为它是急性砷中毒，你就需要把脉案里这个问题给解释清，或者说脉案是假的。因为光绪临终啊，从病重到逝世，每天医生几次前来诊视啊，都有详细的记载，脉案就是诊断书和病历，那里边不仅没有呕吐、腹泻之类的砷中毒重症状，反而还有8、9天不解大便的相反记载，你怎么解释？
你怎么解释？大家可以怀疑，麦案被伪造或篡改，是吧？因为太医院要看慈禧的脸色嘛，并且在戊戌政变后，他也曾经伪造过光绪病重的麦案，但是我感觉光绪临终的麦案被篡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故宫不是故宫博物院，是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朱金甫先生，他也认为不大可能，不大可能。他甚至说得很决断，他说绝不可能被篡改，他说不可能被篡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光绪病重了，跟凭空捏造不同。这个时候光绪确实病重，治疗在积极展开，因为发布谕旨让全国各地推荐医生，让全国各省去送药材来呀。有些药材只有广西产。有些药材只有云南产，让他们往北京送啊。那么治疗在积极展开，给皇帝看病，那何等郑重的一件事情啊！他往往是好几位医生啊，同时在场来看，还有王公大臣、内务官员陪同。看完了之后呢，退到另一个屋干什么呢？会诊，集思广益，反复斟酌，才落笔写成麦案，写好之后送给皇帝看。你就想改那么容易啊？当时光绪的治疗已经展开了，医生有十多个，有中医，有西医，有太医院的御医，还有各省举荐的临时效力的医生。你想操纵这些人改脉案，谈何容易？更何况光绪死的24小时之后，慈禧就去世。你想想，慈禧就去世了，3年后清朝亡国。改朝换代之后，这些医生全活着呢，他们留有日记和回忆录来讲他们给皇帝看病的这些经历啊。你想给皇帝看过病，那对医生来说那是多荣耀的一件事，当然没看好，后来死了。如果有篡改伪造卖案的这个情况呢，很难被继续掩盖，至少也会透出些蛛丝马迹。再者，毒杀说跟情理也未必吻合，未必吻合。怎么说未必吻合？您想，戊戌政变之后，光绪处于慈禧的掌握之中达10年之久，按说随时可以把他置于死地。这个时候已经病入膏肓了，不过拖时间而已，还有必要做这种良心不安、天理难容的勾当吗？那过去都没杀的，你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还杀的？至于大家认为说慈禧害怕自己死后光绪翻案这种说法，也未必就讲得通。因为翻案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那是好像觉得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但它是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一个常规呀。哪一个王朝、哪一个皇帝上台之后，第一件事肯定就是翻案。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严重，哪都惹不翻案，康熙死了，那雍正上来就翻案了；雍正死，乾隆就翻案；乾隆死了，乾隆上午死的，下午他那宠臣和珅就给双规了，是吧？那嘉庆死了，道光把他军机处全给改组了；道光死了，那咸丰上台把道光的军机处也给改组了。咸丰死了更了不得了，咸丰封了8个顾命大臣，让慈禧给毙了杀。所以翻案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常规，没啥了不起的。对年迈的统治者来说，可怕的是什么？是死，而不是死后被翻案。因为死都死了，还管他翻不翻案呢？两眼一闭，杀了吸鬼，爱翻翻去呗。更何况慈禧在光绪临终的时候，他立溥仪为帝，让载沣摄政的时候，慈禧根本没想到自己能死啊！人家告诉载沣说：“所有军国政事，细禀上御之训示，裁堕实行。”慈禧根本没想到自己能死啊，那更没有必要。另外，我就不说了，书上写的比较详细，我就不说太多了啊。我不是说光绪肯定是正常死亡，其实光绪之死是我的一个遗憾，因为百家的编导也跟我说，我自己也感觉是这样的，就是从光绪的悲剧命运的塑造来说，我们最后讲到他死，讲到他被人杀掉，更合逻辑一些。
我要是写小说，那光绪肯定是被人谋杀的。他这个史学作品，他多少要有些依据啊，我们要思考。所以我最后讲到那儿的时候，百家的编导也挺遗憾，他说最好是光绪被慈禧杀死，这样符合这个人物的身份和命运。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把我的道理摆一摆呢，最后百家的编导说那就按你的说吧，按你的说吧。我不是强调光绪肯定是正常死亡，或者是肯定是不是被谋杀，我是要强调什么呢？光绪之死的一些环节，至今尚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啊，他死亡的真相可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最终的证实，也可能永远是一个谜。啊，没有办法啊。无论如何，光绪不管是死于什么原因，都是慈禧迫害的结果，都是慈禧迫害的结果。一个人活了38岁，在位34年啊，自打记事起就君临天下，但是一直是处在慈禧的淫威之下，没有体验过君主的威严权势啊，不仅没体验过君主的威严权势，恐怕也没吃过几顿饱饭，穿得破破烂烂，也没有什么爱情生活。恽玉鼎，我在电视里经常提恽玉鼎这个人。我说恽玉鼎啊，在光绪死后溥仪继位的时候举行登基大典，恽玉鼎就在那个登基大典上，他在那儿哭，他一边给溥仪行礼一边哭。他就讲啊，他说我们的先帝一辈子没有享受过母子之亲、夫妻之爱、兄弟之情、君主之威。他说平民百姓那点福他一点都没想到，君主的福他更没想到啊，所以他在那儿哭啊。正值奋发有为的壮年就撒手人寰啊，那么命运令人扼腕叹息。我下面说一个最后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对光绪的这个一生这个悲剧啊，做一个分析评价。我们这个书上啊，这个腰封里面啊，有这么一句话，我说他是一位失败的皇帝，但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当皇帝当到光绪这个份儿上，还不算是失败吗？那简直是失败的，那失败的就太惨了啊！光绪皇帝一生悲剧，他的失败，我感觉他是来源于慈禧的迫害。换句话说呢，从光绪的角度来说，他没处理好跟慈禧的关系。其实他叔叔一心，他爸爸一宣，对他都有告诫，让他第一就得做好什么孝敬慈禧太后这一点。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对自身命运和王朝命运都是一件其实不错的事。但是他偏偏没处理好跟慈禧的关系。怎么说没处理好关系呢？光绪跟慈禧的矛盾焦点就一个字儿：权力。他们矛盾的出发点就是光绪要权而慈禧不放权，而慈禧不放权。大家知道啊，在中国古代，它不是现在了，那时候女子没有政治权利，慈禧把持国家政权缺乏合法的依据。她把持国家政权的理由是什么呢？是皇帝幼小，她以皇帝妈妈的身份呢代行皇权，是母亲对孩子监护权的一个延伸。但是大伙儿知道，孩子大了之后，人家能够自己行事，不需要监护的时候，你不得把权还给人皇帝。慈禧也是这样承诺的，而且也确实是把权力还给了光绪，但是他还的是形式，没有还实质。啊，说你亲政吧，啊，让你掌权吧，但是呢，他还用各种方式来控制政权，这样一来，慈禧就显得言而无信，贪得无厌了。不仅光绪对他不满，其实啊，100年来史学家提起慈禧永不满足的权力欲，都一概持否定的态度。但是我感觉吧，我们
跟简单的义愤填膺谴责不同的是啥呢？我们得深入分析。你批他骂他还不容易吗？自己为什么不放权呢？我感觉权力这个玩意儿啊，跟毒品类似，你碰不得，否则的话就可能上瘾。一旦拥有权力，恐怕终身离不开它。在专制体制下，基本没有统治者自动放权的先例，相反，大祸临头宁死都不交权的例子比比皆是啊。不光中国的，外国也是那样。卡扎菲最后钻到水泥管子里，他也不交钱，就给拖出来给毙了。萨拉姆钻地底下，他给挖出来了，他也不交钱啊。所以你不要简单的去谴责。权力是什么？权力是财富，是成功，是安全感啊。那能扔吗？那能放吗？所以慈禧他不可能放。退一步说，只要慈禧活一天，光绪就注定了当慈禧傀儡的命运。在这点上，光绪他爷爷啊，他爷爷的爸，他爷爷嘉庆皇帝已经给他做出了榜样。嘉庆登基的时候，乾隆太上皇嘴上说交权，实际上握权不放。光绪逆来顺受，熬到了四年后，太上皇寿终正寝，才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国之君吧。啊，那么光绪皇帝他只能去效仿他的太爷。但是我想光绪皇帝不可能做嘉庆皇帝，他一生的命运注定是悲剧的，因为他必然要站到慈禧的对立面上。为啥呢？你想嘉庆登基时乾隆已经85岁，还能活几天？庄孙也有盼头。你在光绪亲政的1889年，慈禧在55岁寿终正寝的那一天，遥遥无期，你说急人不急人？装几年孙子不难，难的是装几十年孙子没盼头啊！谁甘心一直被操纵啊？所以你说光绪你咋不学嘉庆？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嘉庆登基时他爸都85了，估计很快就不行了啊。但是慈禧那时候那身子骨很硬啊，她55岁啊，啊，你再活30年怎么整？残酷的事实是，慈禧活100岁，光绪也得听他，啊。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指责光绪，这个人不太讲谋略呀，啊，你跟慈禧要权，你不能直接达到目的，还有温和退让的办法，不能强硬，那还可以迂回吧，就是这么说吧，你不能够直接达到目的，还有迂回的办法。怎么迂回？我给你举个例子，你不是揽权不放吗？我不管了，我全让你管。慈禧肯定得批评光绪，你皇帝你凭什么不管事儿？你不负责任，你没出息，你必须管，是不是就把权就能要来一些了？所以你不能直接达到目的，还有迂回的办法，不能强硬，还有退让办法。退一步说，当时的中国就那个破烂摊，他愿管让他管去呗，等他玩够了玩不动了，自然就是光绪。你非要跟他要，你越要他越给你，越要越不给你，你不要了，他反而他可能给他啊。另外退一步说，慈禧寿终正寝的那一年，光绪皇帝才38岁，作为一个大国的元首，那正是好时候，你急啥？你38岁当中国国家元首，那清朝国家元首，别说中国，清朝国家元首啊，那不正好年龄，你急什么呢？啊，光绪不能做嘉庆，还在于慈禧跟乾隆不一样。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清朝光绪做不了嘉庆，还在于慈禧跟乾隆也不一样。乾隆在位60年，漫长的时光是满朝大臣习惯于乾隆的永存，更何况乾隆是嘉庆他爸，他操纵政权，不会有任何人指责他操纵政权的合法性。因为儿子听爸爸呢，是中国古代传统。现在慈禧是一个女性，是一个女性，她本身就没有执政的合法性，她跟光绪名为母子，没有事实上的亲子关系。当时不满慈禧专制的人非常多，在这种下，很多人对光绪寄予厚望，他们推动光绪，他们架动光绪，所以光绪天生地站到了慈禧的对立面上。所以我在节目里说一句话，我说光绪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样一来，他注定就站到了慈禧的对立面了，他的命运也就悲惨了，也就悲惨了。光绪命运的再一个悲剧根源还在于什么呢？戊戌变法的失败。戊戌变法它不能成功，为什么不能成功呢？因为中国的问题啊非常复杂，不光是法有弊端，也有文化落后、国民素养落后等诸多因素，更不是短期的努力就能成功，更不是短期的努力就能成功。光绪没权还急于求成，百日维新昙花一现，最后被慈禧扼杀，自己呢也陷入到命运的深渊当中去。我们这么讲吧，戊戌变法进行了103天啊，进行了103天当中，你能推行一项改革措施，我都认为你光绪了不起。结果他发布了180道新政上谕，谁给你落实，根本就实行不了啊。那么他命运的再一个悲剧根源就在于什么呢？戊戌变法的失败。然而我们还有一句话说他是一位失败的英雄，怎么来理解呢？光绪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是戊戌变法的发动者，在他漫长的囚徒生涯、傀儡生涯当中，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吹响了变革的号角，掀起了堪称是闪电惊雷的戊戌变法。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了，他伟大，伟大在哪儿呢？光绪皇帝打开了中国百年变革大潮的闸门，虽然失败了，但是闸门给打开了，他迈开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步啊。这一步迈出去了，光绪就倒下了，但是今后中国的统治者他也只能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了。伟大就伟大了，而且尤其让我们感慨的是，光绪是以失败者的身份完成这一个伟业的。你说光绪不知道变法可能会失败，他也权衡过。梁启超先生他讲的是光绪搞的这场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他是一种豁出去的心态，如果成了中国就被挽救了，不成啊，不成也比亡国强啊。那么从小生长在深宫的帝王有这份情怀，我感觉应该刮目相看，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啊！用自己的失败为中国打开了一个必由之路，所以光绪他远远超越了一个王朝皇帝的极限，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先驱者和独立富强大业的献身者，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另外他也是我们中国史学界普遍肯定的进步皇帝啊。我讲晚清的皇帝，道光、嘉庆、咸丰、溥仪、光绪，大家说你说颠倒了，我说的我讲的这个顺序啊。我先讲道光，然后呢说那你再讲道光他爸爸啊，讲道光他爸嘉庆，完了说因为你讲嘉庆他孙子吧，咸丰就跑到咸丰去，咸丰完了说你讲讲咸丰，哎呀他孙子吧，溥仪吧，完了就颠了过来是光绪了。我们很难说道光是个坏人，也很难说是个好人。嘉庆道光嘉庆咸丰都是这样啊。溥仪我们很明确他应该不，至少不是个坏人，那是中国共产党树立的典型啊。他虽然以前是坏，但后来他改好了嘛，要不然你就放他的啊。但光绪明确是这样的，他是个中国近代的一个进步者。我想啊，光绪已经死去100多年了，100几年，这100几年你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说长，我感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100几年。为啥呢？因为在光绪皇帝那个时代里啊，我们中国人男的梳辫子，女的裹小脚啊，面黄肌瘦，半饥半饱，目光呆滞啊，过着那样的生活。但是109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中国已经取得了非常非常多的成就，我们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什么经济体了，
那么我们这100多年走过了欧洲国家几百年的历程，所以我们说它是什么呢？人类历史上最长的100年，非常长，走过了欧洲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啊。但是我说这100年又是很短的100年，你们信不信？所以我感觉啊，我讲道光的时候，我有一个观点，我说是遥远的昨天，遥远就是远，那么昨天就是近。你比如说，我们虽然取得了那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走出了发端于光绪时代那场社会大变革吗？困扰光绪皇帝的问题，比如西方压迫、经济危机、吏治腐败、民生问题，不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吗？光绪探索国家的发展模式，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还在探索？还在探索啊！所以它很短。从光绪这部书上，我想很多问题值得深思。也可能在某些方面会给大家一些启迪。那么好多人问我说，读你这个书有什么启迪？我说，这不好说，我看读者怎么看吧。最起码呢，获得一种陶冶，或者一种阅读的享受，或者是知道了一点过去不知道的事儿，或者哪句话对你有一点启发。你比如今天下午我讲这么一个小时不到，那么你们的收获可能也就是一句话两句话，如果要失败了，那就一句话都没有了。我们记那么多老师，你像我过去那么多老师，这些老师有的让我不忘，也就是一句话不忘而已。我们回顾过去啊，不是为了讴歌，也不是为了谴责啊，更不是为了让人们不忘过去那点事儿。人们大脑的容量有限，不可能什么都记得，也不能永远记啊。那么我们更主要的目的还是从先人的足迹当中吸取一点智慧，让自己啊更聪明一点，或者说站在先人的臂膀上，让我们看得更高。所以呢，我每一部书的前言最后都有一句话叫感谢先贤，敬畏历史，谢谢。